今晚我想来点。今晚我想来点我手上的痣。啊！来信义区看房子。YouTube 发烧影片。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嘿，嘿嘿。啊啊！哎，你装住可不可以立起来？装住。啊，立起来才不会斜一边呐、啊。啊，我也是立啊，这样不行吗？啊，明明有装住，你就不立。啊，就抬不动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立一下，不会怎样。那不行吗？它旁边就一根，我就这样立，这样不行哦。你也有一根、啊，就像这样很简单，你看立。他不要这样设计，就有就这样立，不行吗？那这样下一个人来停，要怎么停？现在没人，就没差、啊。没有人，他可以这样做啊？怎样？现在位置那么少，你看，你看人来了啊！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停车哦。啊，你可以过去一点吗？我就这样立，我先来的，这样怎样？我先来啊。啊，你不会立中柱哦？我刚刚跟他讲过了，他也不听。他立不起来，我怎么办法？找你哦，你这样贴在我身上很恶心。我就这样立，我先来的，怎样？立起来就好了。那啊，就进来停啊。啊，不管了，我要进去咯。你在做什么东西啊？他那样的笑容，自己弹出来的，我怎么办法？叫你立又不立，就这样，收又不收好，就这样。到底在干嘛？找其他地方停啊，其他没地方停啊，就这个位置啊，找很久哎。你要停就停呢，啊，不管了，我要停的啦。啊！你看我摔倒了，你们都欺负我。那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，下课喽。小熊掰，小狗掰，小猪掰，小鸡。失败，老师拜。雨伞呢？是谁偷我们的伞？啊？怎么会？难道我有带伞呢？哇，雨下那么大，只好在这等一等了。哎呀，我赶不上回家看最新一集的佩佩猪了哦。耶，雨停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小熊，别冲那么快嘛，路上都是积水啊。啊，会怎么样？顶多假死而已。小熊，小熊，你还好吧？我不行了，你们也不要管我，答应我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到家。小熊，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牺牲的，我们继续走吧。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，明天的考卷记得连我的份一起写啊。终于走到人行道了，走到这就没有水坑了吧？然后我们赶快走。啊，这个是当初都在滴水，小狗小心！小狗，我太大意了，你们一定要代替我安全到家。小狗，我最喜欢和大家一起开同乐会了，这次的班费记得也帮我一起缴哦。上次缴到黄砖大厦嘛，这应该没什么差错了吧？走吧，我一定要赶快看到佩佩猪。小猪等等，哇，小猪，小鸡子，我跟你说一个秘密，其实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猪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抽屉里的纸条都是我传的，我知道。你课本上的笔记都是我写的，我也知道。还有昨天你的便当也是我吃的。没办法了。只要使出我的绝招，忍术小鸡之轻功之术，耶！耶嘿，我真的成功了耶！小鸡子怎么又忘了带伞？讲几次了？